红哥，你醒啦？这是哪儿？问你自己啊。我明明不能喝，就少喝一点嘛。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？嗯。小周。有萝卜糕吃个痛。你骗我，今天又不是过年，哪里有萝卜糕吃？哎呦，我没骗你。你又不会做，我不信。这孩子张军又来了，我说有就有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你给我留点出息啊，别像没吃过一样，吃一块就行了，听见没有？还不知道有没有。哎，你快走出去。坐着。你找什么呢？萝卜糕呀，你骗人。我哪骗你，你先坐着。没闻到香味。阿莲，那个萝卜糕做好了吗？啊，快了。听见了吗？没骗你吧？你说的你不吃啊？谁说我不吃了？啊，你说你不爱吃？谁说我不爱吃了？那个，我不经常给你做着吃吗？你什么时候给我经常做着吃？那个，你新妈妈。特地给你做萝卜糕。不是我亲妈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吃哦。来了来了，坐好了，阿少，你最爱吃的萝卜糕。哎呦，这做的跟我不一样，我做的都一块一块的。是吗？那尝一尝我的手艺吧。嗯，闻起来也挺香。怎么就两个碗呀？啊，那个他不吃。来，先给阿寿盛一碗。哎呀，怎么样，香不香？来，趁热吃。别烫着，慢点。你来吧，给，多吃点。哎，你吃，你吃，你要干体力活，多吃点。哎呀，现在这个家你最辛苦。吃吧，吃吧。慢点吃，这还有。那少个碗，我先拿个碗。慢点吃，还有呢。阿红，你回来了。姑父姑妈。嗯。舅舅，我。他昨晚喝醉了。不能喝就不要喝嘛，尽量少喝点儿。阿红啊，过来喝杯茶喽。不要了，我再睡会儿。曼云啦，阿红好像不开心哦。他从昨晚就这样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就好像谁欠了他钱一样。他不开心啊，你就让他一下喽。我还叫不让着他呀。我对他就像伺候总督一样，他最后喝多了，还全吐在我身上。哎呀，阿红这个孩子啊，从小到大就性格内向，有什么事呢也不愿跟人讲的。曼云啊，你好好劝劝他。真不知道红哥他到底是怎么了。
我怎么知道啊？你不知道，你问他呀。我问他，就他那个样子，不想问。不问啊，最好。越问越不开心啊。我想他又和他老爸吵架了。我看可不像。不然为什么呢？那我哪知道？好的，你要打砂纸吗？要打，你打了才能刷上新油啊。哦。快点！哎呦，哥哥，你也不歇一歇？你这新郎官都来了，你说我歇得住吗？啊？这是前两年刷的油，我再给他油一遍。油要好啊，这下个月就秋季了。正好用得上，这船也不用走远，是不是？对。用点力，儿子，这萝卜糕白吃了。不是我说你，人家阿莲刚一过来，你就不依不饶的，换个别人还不喝死你？看看人家阿莲，看你不能喝了，就劝大伙儿别逼着你喝。吴妈，人家不领情，有人说了。全渔村没女人能喝得过他，是不父嫂？去去，你们呀，没个好东西，就知道看笑话。别阁邀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啊，还是我帮着你老公把你抬回去的呢。父嫂，下次再喝高了，我背你回去，免得欠人人情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说了吧，没个好东西，这回王了怕下回呀、啊，我傻呀。干嘛把你们出头闹喜宴啊？哎呦，你可不傻，你是心水太高了，傅嫂。吴妈，我没那意思，喜宴闹着玩嘛。有你那么闹着玩的吗？你还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九九啊？人家刚一过来，你就想压人一头。我们旦家可不兴这个。你还别说，阿莲啊，还真不含糊。你别看他娇娇巧巧，一碗酒下去咕咚就喝了，真像个大老爷们儿。那是人家尊重旦家的规矩，给大伙面子呢。没准一对一呀、啊，不嫂喝不过阿莲呢。谁说的？不嫂，找个机会。干嘛干嘛？还想看笑话？我可告诉你们，阿莲嫁过来那是咱们旦家的媳妇儿，谁都不许欺负她，谁要欺负她，看我不打你们屁股。这下好了，渔村又来了个狠角色，还有吴妈撑腰。谁有理啊，我就撑谁的腰。阿莲嫁过来就是咱们旦家的媳妇儿，你们呢就是好姐妹，有事儿啊就要多帮着点，哪有糟践人家的道理。我看阿莲啊，那样长得倒是蛮不错的，要但要做得起活来啊，肯定比不上人家傅嫂。你不是指床上的吧？我可没说这话，有样子就行。阿翔啊，有个能持家的就行。别说了，阿莲来了。哎，阿翔，新娘子来了。阿少，你亲妈妈来了。她不是我妈。你这个小王八羔子，她怎么不是你妈？我看你这小子就欠揍。这就是头犟驴。谁的种像谁，他是不是你的儿子啊？像我，啊，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他多听话。你就吹吧你，啊，你小时候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啊？嘿，我这可不是吹，虎哥。啊，吴妈在那儿呢，你问问你妈去。我问什么问呢？我还用着问我妈吗？爸，哎，哟，阿莲来了。哎，阿莲来送水了。哎，来，爸妈。哎，吴嫂。哎，大伙儿都在呢。嗯，我跟你说，这是阿珍，那个是苦嫂。哎，这个能说会道的是福嫂。我知道。大伙都辛苦了，喝点水吧。阿莲啊，哎，昨晚是跟你闹着玩的。